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又香又辣非常下饭的茄子辣椒雷皮蛋。茄子先上锅蒸十分钟备用，油热放盐和辣椒边炒边压，炒至断生后放蒜蚝油生抽茄子翻炒一下，然后放点蒸鱼豉油炒匀即可。炒好后的茄子辣椒倒入大碗中，再放两个皮蛋一起搅匀即可。这样做出来的茄子辣椒雷皮蛋值得一试哦。